来个人乱了 3D 啊，跑错边了。好，游戏玩法很简单哦，就这样。好，这关进去啊。诶，我发现他每关都不懂诶。你吃什么会决定你的未来呀、啊？看你有没有走对边呢、啊？啊，不行啊，这边格斗，这要胖子跟他打才可以呢、啊。包括怎样输了也没差吧，反正都可以通关就好。诶，也是可以通关呢、欸。哦，通关就好啦，我觉得。OK，那这就那我买的工具教学啊，给你们参考一下。然后它就像这样很多玩，啊，像这边。这边，你之后决定你会不会变胖啊？变胖就真的摔下去哦，大家注意一下。那类似的这样的一款游戏给你们参考一下。